Welcome to Innovation Dialogue. I'm Diana Bing. My voice. My story. My dream. Innovation Dialogue. We are encouraged by their story.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讲的是胡妈是怎么样走出牢笼的。那为大家请到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吴伟，艾伟，你好。你好，你好，导演呢，好久不见。对对对，看一下艾薇啊，这样子端庄，这个这样的一个柔美的人啊，你很难想象她是虎妈啊。哦，是吧？我也没想到我是虎妈。对，你也没想到，通常呢很多虎妈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虎妈的。那我们来给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艾薇。艾薇呢，其实她自己呢，可以说在教育这个行业很多年的经验了，做了八年的 Fremont 学区委员，然后呢，他也做了这个华裔社，就是华人权益促进社的社长。是，那么是我觉得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积极的一个社区领袖啊，总在为大家服务啊，帮助很多事儿。那他自己有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帮助学生筹款呢，来支持这个学区的。他40年前毕业于 Berkeley 大学。 哦，不是40年，没有40年前，从台湾来美国，从40年从台湾来到美国，那么毕业于 Berkeley 大学，对，其实呢学的是法律专业，是，本来是要做律师的，是的，嗯，对，后来呢，我们今天讲这话题呢，主要是艾薇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 Coming Out of Cage， 就是从这个牢笼中出来。 那么里面就是一个老虎，就是这个老虎呢，怎么从牢笼里面出来呢？因为大家会想说，其实讲到虎妈啊，你知道以前那个 Amy 那个虎妈出来，哎，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说，哎，虎妈好像很骄傲。你看教育成功典范啊。而且我们自己讲到自己的时候，几乎我的周围的很多朋友80%以上吧，都觉得自己的父亲或者母亲就是虎妈或者是虎爸。而且呢，看到回头想的时候，觉得还蛮感激的，说，哎，因为教育严格，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呀。是啊。那你怎么定义虎妈？虎妈到底是 什么样的一种人呢？其实虎妈不是我的定义，事实上在我查了字典呢，虎妈是他们解释为中国人或者是。我是问你怎么定义了？我怎么定义？对，中国人就说中国人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很凶，然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人啊。那你怎么定义的呢？我觉得虎妈呢，就是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小孩子身上，希望他们的成功，能够 带给自己的一个就是meet他们的expectation的人就是虎妈，就是基本上不是以小孩子最好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从父母自己的expectation作为出发点，就是父母，就是把父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小孩的身上，希望让孩子成为自己想要他成为的人。是的，是的。那么其实这有什么错呢？其实每家长不都这样吗？要是说小孩子都是像父母这样的想的。 那也是个性跟父母完全想的一样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很多时候呢，很不幸的就是说，尤其是移民的家庭，那文化背景不一样，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所以现在小孩子呢，他们成长的过程啊，什么跟父母想的不一样的。要是说父母从自己的角度去教育孩子的话呢，会跟小孩子有很多的摩擦的。嗯，其实你从事教育这么多年，而且你这个 做学区委员做了八年的时间啊，那觉得在大家眼里，你都真的像典范一样的，懂教育啊，然后呢，服务社区。那你怎么能想到你自己是一个虎妈呢？从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终于知道自己是个虎妈的？其实我是在差不多4、5年前才知道自己是虎妈。因为我从来我觉得我教育小孩子还蛮成功的，小孩子书都念得很好，对，也都进了很理想的大学，名牌大学，都是理想大学，非常好。然后选的志愿啊，什么都是蛮好的。可是呢， 就当我女儿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呢，发现有很多的 trauma in life，所以她就有这个英文叫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中文是创伤后遗症，创伤症候群，对症候群，有这种问题。那这种呢，就像人家军人在战场上打仗了以后，那有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带到生活里面。那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的小孩子会有这么多的 他这个怎么诊断出来？怎么判断他有这个创伤后遗症呢？创伤的后遗症呢，有很多的迹象啊，就是说人会变得有点没有 out of control， 就是说自己的情绪上面没有控制，会因为一些声音或者一些视觉上面的感官上面的东西，会造成很大的刺激，会反应激烈，对。那我们从来都不会觉得说我们家又没有说什么心理的问题啊，或者说不觉得说小孩子会有什么这种情绪发现。那 在他要经历到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因为他得到 PTSD， 他自己是学cognitive science， 就是有关于脑神经的。
所以他自己就觉得不想要吃药，所以必须要从脑部就是了解他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他很多的创伤啊是我造成的。那我说我什么时候造成你这样的问题呢？然后就是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发现说，他就是说我从小让他觉得他不够好。我们今天讲的是虎妈怎么走出牢笼的。对，那你是觉得这个虎妈怎么会在牢笼？虎妈通常很厉害很凶啊，然后都是指手画脚，然后指挥别人做事，他自己怎么会在牢笼里呢？因为我觉得说，也是因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哦，我为什么会对我女儿有这些要求，为什么会给她这么多的压力。在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才发觉原来我自己有一些走不出去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惧怕，对于失败的惧怕，对于让父母失望的惧怕，得不到别人赞同的惧怕，不能成功的惧怕，有种种的惧怕让我事实上过在一个牢笼的生活里面。那当我发觉我女儿她是在一个牢笼，而这个牢笼是因为我造成的，而我为什么会在牢笼里，就是因为我有这些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带给你的这些压力和惧怕，所以你这个变成她在也坐在你的笼子里，你在这个笼，她在就在你的笼子里面，对，笼子套笼子。那么如果是像这个母亲啊，如果活在牢笼中，会对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艾薇呢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艾薇做的这个总结。基本上呢，您若是要活在一个牢笼内，那你多半也会将你的孩子放在牢笼里面。任何什么是一个牢笼呢？任何一个把你陷入捆绑、让你不得自由的东西都是牢笼。那隐藏在这个牢笼之下的是一个没有能得到满足的需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当我们这个需要没有能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带出不健康的情绪。那不健康的情绪呢，就会带出伤人的行为。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有感情上面的需要，可是这些感情的需要要是没有妥善的处理好，或被剥夺了呢，就会在我们心里产生一种捆绑和束缚的情绪，把我们陷入牢笼内。就很简单的做了一个总结。哎，我觉得你总结非常好，就是说几句话。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走过的人或者有这种感觉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因为我母亲就是个典型的虎妈，要求非常严格。她可能不会承认自己是虎妈。她当然不承认了，到现在也不能说她是虎妈。但实际上你要这么讲的话，她确实是虎妈。但是我们看到回头想的时候，还是蛮感激的。刚刚你说的就是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那对你来讲，你当时有什么是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呢？我觉得我们从小的时候都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对，父母对我们的鼓励。那当父母很忙于事业或者个人的发展的时候，很多时候父母不一定会对我们有注意到。通常对我们的注意呢，也可能是注意到我们的成绩或者我们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觉得他对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注意，而是对我们的成绩有注意。当我们表现得好的时候，就会有赞赏。有些时候不一定有赞赏，就是觉得说你应该的。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绝对是有惩罚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从来我们这个情绪的安慰没这个需要没有被满足啊。你说到这，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小的时候我是非常怕死鸡的人。那很多人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说：“哎，那你为什么会怕那个呢？”死鸡就是死的 dead chicken。OK。如果是今天一盘菜端上来，里面有一个死鸡头，我一会跳起来。我这顿饭我都吃得很不安心啊。那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我们家邻居当时养了一个大公鸡。然后那个公鸡很凶，然后就刀人，我们小朋友被追得满院子跑。就有一天那个邻居就决定要把那鸡要杀，要宰了吃了。我们就很好奇，全部追在那边就看着说啊，因为很凶的一个都很怕，看他怎么死。哎呦，结果呢，这个鸡的生命力太强太凶了，他割到他那个脖子都那个快断掉的时候，他放到地下，他就开始跳，跳呢，我正好在墙角，就把我逼到墙角去了。然后他一下跳起来，我当穿那个小毛衣，我的手插在口袋里。跳起来的时候，那个头正好在我的手上，他掉下去死了。你知道吗？好可怕。所以呢，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晚上我就不敢关灯睡觉，因为我一关了灯，我就会看到那一个，我就非常难受。但是那时候我妈她不会不听的，她说我说那个我会怕，她说，睡觉就行了，关灯。那个省电那什么什么，不要，你不想不就不怕了吗？他就说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把我处理掉，但是那个阴影到现在都还没有消除。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像因为对我女儿的话，我就不经意的讲说，哎，真没用。很多父母不是也时常会讲，这个怕有什么用？做这个有什么用？哎，你怎么会怕的？那都死了，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怕的？对不对？一个鸡而已嘛，有什么好怕的？对，exactly，对。可是对小孩子来讲说，对，
我的情感没有被尊重，整夜不能睡觉呀，就怕到真的整夜不能睡觉。对，所以当我们的情感呢、啊、没有被满足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生一些不健康的情绪，你会惧怕，惧怕就会产生惧怕，或者呢说我们会没有安全感，或者呢我们会就说是就是不懂生气，生气愤怒这种不同的情绪会产生。那你像你刚总结的很好，就是不健康的情绪会伤害到别人，对，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有哪些不健康的情绪伤害到别人？我觉得像说爱比较，嫉妒心，对，因为总是被比来比去的话，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会比较惧怕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总觉得我自己不够好，那为了要让我爸妈对我满意，所以我就总要表现得好，那要表现得好呢，还不是说自己做好就行，一定要在班上成绩够好，所以就会造成那个比较，还有一种愤怒的情绪会在那里，因为会看很多事情不顺眼，那也会心里缺乏这种同情心，因为觉得自己有气没地方出。哎，你知道我就常听到有人就会这么讲，有时候这个话很伤人，他自己不会意识。他说，你如果是有些稍微有时候你听到有人说，或者说你自己表露一点说啊，我对这个事情感觉到有点受伤，他说，哎，那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像你这样。对呀、啊，这种话讲出来其实很伤人呢。对，可是讲话的人觉得说我很直啊，我跟你讲直说。对，一般人，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希望父母，对于自己的行为说话要自己反思一下，对，因为你不精心讲的一句话可能对小孩造成很大的伤害。没错没错，是的呀，你不觉得说你在伤害他，可是他听起来就觉得说你在嫌他不够好，你在嫌他懦弱，你在嫌他不够聪明。你记得在十几年前你那时候第一次出来选学区委员的时候，我们还去给你那个帮你加油嘛，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你好有活力哦，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要去担任这样一个公职，可是你刚告诉我的话，让我听了以后确实是。哦，其实你知道，很多时候人家看表面都觉得你很光鲜的那一面，对，你很愉快、很坚强的那一面。可是隐藏在这些坚强、快乐的后面呢，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动力，是什么？你当时动力是什么？我当时动力是很多的 shame， 很多的羞耻，因为我在2004年竞选，2002年的时候走出婚姻的关系。那个时候呢，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尤其对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羞耻的事情，给家里蒙羞啊，因为没有人想结了婚就是要去分开的嘛，那给家里带来的这种耻辱啊，自己就觉得好像很抬不起头来，可是那时候就有这个机会，大家说是哎让你出来竞选学区委员，那我就好像抓到了一个生命线一样，好像抓到一个泳圈，体现你生命价值的某一个舞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价值了，对，那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够展现自己的价值，我就抓得了。所以那时候你看到我的时候，事实上我并不是出于一个自己很开心的状态出来竞选的，而是一个满足我需要的一个机会。哎呀，我今天非常感谢你能够这么坦诚地把这段心路历程分享出来啊！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其实大家都不会了解这个背后的东西，而且很多人呢很难去面对自己的这些情绪，很难去把自己剖析出来。你什么时候可以做到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直不断在学习的功课。因为不是说一个人说要出来就可以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理性的知道这是不好的行为，这是会带来伤害的，给自己伤害，给别人带来伤害，可是不是说自己要出来就可以出来。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出来是因为我2011年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两个都过去了，那时候我突然觉得我变成一个孤儿，那然后再加上说那时候我女儿已经念大学已经有一年多了，所以我在跟他这个 PTSD 这个过治疗的过程的时候呢，已经自己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面对，然后呢经过我爸妈这样一下过去啊，人都不知道说该怎么过。当我在没有办法过这个日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要抓到一点什么东西，又不好去跟朋友讲，那我就只能看圣经。那以前对我来讲看圣经是个非常枯燥很无味的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 for some reason 看圣经对我来带来很多的安慰，因为里面讲了一些经节啊，我就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针对下药。你还记得哪几句？在那时候我是看，我从雅各书开始看，
雅各我都是背，然后我慢就把它背起来。雅各书一章就开始讲说 ，consider pure joy when you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把它当作是一个喜乐，是一个喜乐，因为完全的喜乐，一个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喜乐。所以当我面对我这些苦恼的这些苦难的时候，我就从这圣经的上面的话去找答案。所以当我在跟我女儿之间这些摩擦呀，她这个过程，我就也是拼命在圣经里面挖宝挖宝，因为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我看到说我的惧怕怎么样能够出来惧怕呢？惧怕并不是说勇敢，勇敢并不是惧怕的反义，对，惧怕的反义是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就不会惧怕，有爱的时候就不会惧怕。所以那圣经上面就讲了说什么是爱，可是我才发觉我原来我完全不懂得什么是爱啊。因为从我父母那里我不觉得说他们给我的爱是一个很完整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一个付出的爱，而是蛮有条件的。那从我的朋友啊什么样的，我也不好去讲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了解我的情况，尤其再加上我是学区委员的话，很要面子的，对吧？那自己总不好把自己不光鲜的一面去讲给别人听，所以我就拼命在圣经上面找答案。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哦，靠着我自己修炼，靠着你的智慧可以，但是我发现有个巨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你靠着这个信仰走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呢你轻松了很多，你的灵魂得释放了，自由了。对，但如果你靠你的自己的智慧一点点总结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忍辱负重的感觉。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当我们觉得说我，你知道，要是当我们看不到尽头的时候，我们走起来很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达到那边，我不知道我朝哪个方向。对，可是当我们知道说这个尽头就已经在那里，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喜乐的盼望，就已经在那里了，他的爱就是完全包容的，完全就是完全付出的，那我知道在他里面我可以找到答案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就是从一个终点，我已经看到终点在那里，我只要朝那个终点，朝那个目标一直这样走，这样子就是走起来比较轻松。其实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它最主要的解决了什么？解决了人和自己内心的一个关系。对，因为人有的时候经常是不能接纳自己，然后不知道自己要站在什么位置，自己怎么做才会好，自己怎么做才能够让别人高兴或者怎么样。最终呢，这个信仰它解决的是你跟你自己内心的关系。这关系理顺了以后，你就觉得一切都放松了。也对啊，所以你说那个虎妈走出牢笼，这个牢笼是看不见的牢笼，它是你精神的牢笼，是对你的一个思想啊、言行啊、你的情感啊，所有东西跟那种无形的束缚，在这个束缚当中你是很累，你背着这个枷锁前行，然后你越走越累，尤其你看不到希望。对，但是你这些牢笼你出来之后，你就不再是老虎了。我觉得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我是一个我觉得我自己还蛮有平安的。因为我觉得我就算是老虎，我也起码说是我敢面对我的问题，而且不是说我从此以后就再不会犯错，再不会做出一些伤害我小孩子的事情。那可是现在我知道说我犯错是我可以我可以，这是一个给我学习的机会，犯错并不是一个罪，犯错了我就是给我另外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那事实上我们做父母给小孩子一个很大的礼物啊，不是说父母什么都对我都是完美的，你看到我都是我最好的一面，而是说小孩子从我们失败的经验里面看到我们还是不断的在突破，不断的成长，没错，这给他们是一个激励。你讲得很对啊，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自己都有个这样的经验，可能你父母这个某一个言行或者某一个习惯，某一个这个某方面是你特别不喜欢的，或者甚至让你觉得一直有伤害，但是呢这是因为你自己成熟了，长大之后呢你 kind of 可以 appreciate 这个，你更加感激，更加欣赏。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虎妈呢等走出来之后能够面临自己的问题之后他做了什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对，那么不要忘了我们这个微信号啊，如果说你正在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很棒的节目，所以大家呢把这个微信号把它抄下来，硅谷钉钉的拼音，那么呢成为我们的一员，那么将来我们有些好的活动好的内容呢你总是可以最先的得到这个通知啊。其实呢艾薇我觉得你是真的是很少的，就是我觉得我认识很多的这个我像我自己的母亲，很多做母亲的人他基本上不承认他是虎妈，
就哪怕外面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他是虎妈的时候，你讲他，他也不承认你是他自己是虎妈啊，因为他总觉得说哦，虎妈好像觉得很凶啊，很那个。可是你呢，是完全的面对，就觉得自己是虎妈了。但你知道自己之后，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做一些社区服务的这个事情，包括你写的这本书，就是《Coming Out of Cage》。当时什么样的一个动力？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去年我女儿大学毕业了，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哦，终于好不容易四年大学念完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做个总结。那我也是希望，而且那时候你就听到很多很频繁的，这边的小孩子卧轨，那边的小孩自杀，对，很这些父母的心血好像都跑哪里去？这小孩子怎么一个个发生这些问题？那我就觉得这种问题呢，不是说一定要根除的。那这根除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说父母在小孩子从小就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很健康的关系。要是父母不健康的话，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不会太健康。一个不快乐的母亲很难教会你自己的孩子什么叫快乐。对，一个自己不成功的人，你很难告诉你的孩子什么叫成功。对，所以要让我的孩子健康快乐，我一定要健康快乐。要是说让我的小孩子不在牢笼里面，我必须走出牢笼。所以就说，所以我只是很简单，你可以看这本书非常非常的薄，只是希望把一些我自己经历的一些过程呢，教给大家，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小孩子好，可是呢，我们从我们自己有限的领域里面去教育孩子，很多时候只会给小孩带来束缚，因为我们的有限是还是在我们的自我里面，还是在我们的自我的包袱里面。可是要是我们去面对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啊，很健康的从这个问题一个一个波斯一样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会慢慢走出牢笼。那小孩子也会看到说，哎，其实我的父母，他们虽然有很不对的时候，可是他们也在努力在改变自己。那给他们一个很正面的一种教导。你知道吗？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我像回头想我自己的母亲，就是我觉得她这一辈子都在为大家付出，牺牲自己，然后体力活重的累的都是她自己做的。但是呢，到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她自己真正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到底什么事儿可以让他特别高兴？你好吃的吧，他不舍得吃，放那儿；你给他买了衣服，如果贵的吧，他不舍得穿。所有东西呢，都要千省万省。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啊，就是说，那一代母亲到现在这一代母亲啊，这些都是在妈妈身上反映上的东西，让人都是觉得你一想起来的时候，你这么悲喜交加那种感觉和那种很复杂的情绪啊，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呢？其实你知道，做妈妈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文化背景或怎么样。很多时候做妈的人都就很愿意付出牺牲嘛，把自己牺牲，可是变得自己都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我活在的价值就是为了教育孩子。我跟很多的家长谈，他们存在的目的呢，不管说你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梦想，或者是念什么书，或者有什么样成就，你一旦成为妈妈以后，你的重心就是放在孩子身上，就希望他们成器。所以一旦你把你的重心都放在小孩身上，像你提到你母亲，她可能说他觉得说他要付出，因为他必须担起这个担子来，对，你们这样才会让你们有好日子过。可是呢，当你在付出的时候，要是你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调理清楚的时候，你会觉得委屈的。对，你做下去的东西，你就会期望有回报。对，当你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背叛。你就觉得你是浪费了你的精力，小孩子不孝顺，那给自己会带来很多的忧愁。所以呢，最终的一点，最主要一点，就是像说，不管是在哪个年龄的父母，想想看，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梦想，我真正追求的，我人生活的目的是在哪里？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其实我就是希望现在的梦想，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我都一直希望做女侠，你知道吗？我觉得你也差不多，我就是很喜欢。每次看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念完小学毕业，然后你学了那种武功高强，我就看金庸小说，对对，我就特别爱看金庸小说，我就觉得特别佩服。一个跟头翻到云里面，然后剑抽出来杀这种。对啊，我就觉得说要为民除害，对啊，就是两肋插刀，要是为朋友的话，两肋插刀，一定要见义勇为，对对，见义勇为，见义不平。你以前在我印象里就这样啊，哎，可是对我来讲，一直都是我的目的。可是呢，当我做发现自己是虎妈的时候，我发觉哈，我真是灰头土脸的。在我的小孩看我，他们一点不觉得我是侠女，对，觉得我很伪装，真的、觉得我是一个非常伪装的人。你在外面的表现的好像自己哈、很仗义，为这个人呢，你在家里表现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都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也知道，
小孩子看得一清二楚的，他完全小孩子不会说是因为很他学到的很东西，不是他是看出来的，是感觉出来的，不是你讲出来的。对对对对。所以当我在外面表现啊，能说会道，别人看起来哇，好棒哦，掌声鲜花哦。回到家他说 so what， 他就觉得说 you know， 我的儿子最近才跟我讲的话，我儿子现在他先念法学院，那我很感激他跟我讲这个话，因为他以前我讲什么是什么，他不跟我去反嘴或怎么样。他最近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吗，我从小啊就觉得说我信不了大人讲的话。我说哎呦，这个话怎么讲的，你怎么会说你信不了大人讲话？ Oh my God。 他说你们大人讲话说一套是一套。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你说成绩对你来讲没有关系，你只要尽力就好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清楚，我也很清楚，成绩才不是说那么不重要。你就是希望我念书念得好，对，然后成绩要好，然后念好大学，这是你心里想这样子，可是你嘴巴不讲而已。所以小孩子很敏感的，他很知道的。所以做父母的话，我们心口一定要一致。对对，的确是这样啊。其实呢，我刚刚觉得，我听你这样去坦诚的讲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呢，这本书啊，这个每一小章节都非常棒。我们希望呢，将来有机会呢，让你呢一节一节的把它分享出来。好啊。哪些故事，我相信会对很多家长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要知道啊，每个母亲都想把自己的爱给孩子，都希望他最好。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孩子不理解。哎。然后呢，母亲最后自己很辛苦，觉得说我也没被理解，就大家都很委屈。然后呢，恶性循环，一代一代都在恶性循环。对，就说有的时候呢，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真正理解，我觉得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些苦难挣扎孤独啊这种过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你这样来总结出来。哎，那么你也总结了一段，就是这个虎妈怎么从牢笼里走出来，我们在结尾之前来看一下。那其实很简单，就四个步骤哈。那怎么出来呢？第一啊，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就分析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哈。第一呢，面对问题，先是我要承认并接受我现在的情绪和行为有某种程度的问题，而且并愿意去面对它，去接受它，处理它。然后在接下来呢，我就认清说我事实上能力很有限的，我想做的事情我不一定能做到，我凭我自己没有办法出这个笼的。那第三点呢，那既然我没有办法出来的话，那我必须要找到很好的导引。那找得到靠得住也有用也有益处的引导啊，能够帮助我面对克服本身的困难。那个对我来讲呢，圣经就像我刚刚提到，圣经对我来讲最大的帮助。那最后一点呢，就是要有人跟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参加这个健康安全的族群，从他们的体谅同理和督促得到情感需要的满足。那在参与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学的发觉主耶稣真的是越来越真实。不是光是圣经上面讲的一个人物而已。对，就这些吗？很简单的，就是很棒，很棒，很棒，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呢，是这当然这些总结呢，就是一些非常集中的把它提炼出来的，但是要具体要做到呢，其实并不容易啊。其实我们看到说艾薇他自己把他自己的内心的话讲出来，那他可以做到，那我相信其他很多人也一样可以做到。哦，绝对可以的，也可以做到。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先敢面对自己的问题，对，然后愿意去对付他，那就是希望。太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做这样一个节目，希望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敢于面对我们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走出牢笼。不管你什么样牢笼，不管你是不是老虎了，我觉得猴子也需要走出牢笼的。一只鸡也需要走出牢笼的。脑袋还要对对对，的确的确。好，那么到这儿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希望呢未来呢再跟艾薇继续跟大家一起分享，希望呢也对家长和这个你的孩子呢有些帮助。好，谢谢谢谢，很高兴。我们身处在硅谷，这是世界的创新之都。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未知的一个追求，一个想法，要有梦想，开放和包容。人的 nature 是他生活中需要的东西做出来。它也许呢是一个产品，也许呢是一个文化，也许是一个做事方式，也许呢是一种思想。它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就是打破你旧有的思维和传统的限制。这是一档名为《硅谷看世界》的网络电视节目。
他创办于2009年，以访谈的形式讲述美国硅谷地区成功华人的打拼经历，在短短的3年间就播出了2000期，点击量超过1000万。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硅谷看世界节目。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呢叫做云端生活机遇。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呢是在全球打造中国软件品牌。创新呢就像野草一样，野草疯长，真正具有自己的生命力。我的志愿就是想能够替国家的这个科技事业能够有所帮助。做生意都是应该说是有特性，对，你要跟大家都做的一样就没有特性。对，人得对，对吧？然后这个市场动得对，然后你有没有创新。我原来一个资料在一个 PC 上，那我现在能不用 PC 去存，那资料放在哪里？就在云端。一个法国人他讲的就比较浪漫一些，你们的产品让我恢复了对人性的信心。We are sharing something valuable, something good with mainstream America. 硅谷看世界的就是立足硅谷，放眼世界，同时呢也向世界各地的人学习。在硅谷这个地方就是东西文化交界的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像一个桥梁一样。